5月15日早上，有网友问卓伟，李冰冰的男友是否真的有暴力倾向？卓伟表示，他保证对方起码对李冰冰没有暴力倾向。据悉，43岁的李冰冰今年年初曝光恋情，当时男友探班甜蜜亲吻，二人十指相扣，亲密搂抱。男友许文南比他小17岁，是某公司高管。卓伟的回应也让李冰冰粉丝们松了一口气，还好不是冰冰，但也引发网友质疑，这句话感觉另有所指，那看来小男友对其他人有暴力倾向，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哟。